春贤，楼下轿子到了，我想让你呀坐轿子去，这样稳当一些。还是母妈想得周到。哎，这个是我托人弄来的长白山的野山参，你带着，可以补补身子啊。谢谢母妈。大少奶奶回娘家去了，听说老顺堂遇到了一些麻烦，需要她回去处理一下。这不，刚带着丫鬟回去。我是说，大少奶奶肚子大起来了。哼，你立了一大功。哎，行，你去吧。你们要干嘛？孙无忌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哼，大少奶奶，你问我们，恐怕你心里比我们清楚吧。我只是想回趟娘家，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这个地方得我说了算，请您下轿。我为什么要下轿？你如果不下来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对你动粗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弄下来！你们要干嘛？莲花，哟，怀孕了？关你什么事？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是我想知道，你怀的是不是洪家柱的种？笑话，是他的又怎么样？是他的，当然就太好了。说明洪家柱回过洪家。他没有回过洪家，是我去的广州。你拿我当小孩呢吧？我听说过你一年以前去过广州，如果那个时候怀上孩子的话，恐怕现在这个小孩早已经出生了吧。把你衣服给我掀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羞辱我？不敢，我就是想看到真凭实据，谈不上什么羞辱。好，既然你想看，给你看就是了。大少奶奶，您这玩的是哪一出啊？想知道吗？请讲。你跟我来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想家柱和秋水的事你也应该知道。我这样做只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保护罢了。这件事迟早会有个结果，你今天提早帮我了结了也未必是件坏事。不过我想今天的事，你和你的手下都能够烂在肚子里。我凭什么帮你啊？因为我不会亏待你。真没想到洪家出了你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女人。天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要我马上离开这里返回部队。那我以后就得一个人跟夏省长接触了。你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们联络站的马旭仁同志已经安全出狱，是无罪释放。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成效，夏省长已经开始为自己留有后路，剩下的事情马旭仁会去完成。如果你有事情需要见他，新的联络点就设在法喜寺。好，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，告辞。
亲家母是您啊，快请进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刚才还醒着，这会儿就睡着了。春贤，怎么搞的呀？上午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说掉就掉了呢？张妈，带他们下去。好，走吧。我听家宝说起此事啊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妈，请你千万不要怪我，儿媳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恶意。什么事啊？你说吧。是掉了，可是掉的不是孩子，是一个小枕头。是枕头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我假装呕吐怀孕，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。春贤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什么事不能做，非得做这样的事呢？妈，我也不想这样做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那天他跟我回屋，碰都没碰我一下就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他是在秋水坊过的夜。他但凡有一点喜欢我，我又何苦要每天抱这个枕头骗自己骗大家呢？那种伪装出来的幸福所带来的痛，又有谁能够明白？我已经失去了父母，我不想再失去家主，我不想变得孤苦伶仃啊。母妈，我这样做真的是逼不得已，我只是想让秋水断了念想，让他离开家主。都是可怜的人。妈，真的很对不起，骗了你，骗了大家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不说这种话了，啊，你就在家安心的待着，等老顺堂顺利起来，你再回来。谢谢。你们家二少爷呢？长官，您这是？我在这儿呢。孙无忌，又出什么幺蛾子？绑了。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绑我呀？我这儿有拘捕令，想知道为什么绑你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带走，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放开！你为什么抓我哥呀？为什么抓你哥？我没有义务告诉你。哎，你们快走！你们为什么抓我哥？昨天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这是监狱。他的伤我们会想办法。
哥，家秀，哥。好了好了啊，没事儿，哥挺得住。哥，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这样？没事儿啊，这点伤啊，就跟蚊子咬了一口一样。你骗人！这帮畜生！我要是个男的，我非他娘把他们都活劈了不可！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啊？哥，你疼不疼？不疼，啊！你骗我，一定特别疼。别哭了，哥，他们干嘛对你这么残忍啊？你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？你哥从来不做错事儿，这一回也一样。我认识的不是英雄就是好汉。这个妞妞，那位好汉，我确实是见过。他昨天晚上已经走了，我晚上。就被抓了，他已经安全地离开杭州城了。能忍则忍，千万不要以卵击石啊！你哥现在不是在北伐军吗？啊，他们已经拿下了江西，目前福建的漳州、同安、莆田都已经被攻陷了，这著名的海军呀已经起义，所以说呀。拿下浙江，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啊，是吧？对呀，哥，你放心，等咱大哥回来呢，这帮吃干饭的一个也别想溜掉。我要让咱大哥把他们的头发一根根全拔掉，不对，我要把他们放在笼子里蒸了，锅里煮了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咱大哥替你报仇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这个做人呢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哎，这个夏老太爷啊，亲口给我说，哎，你们可别告诉别人啊。夏老太爷说啊，这个夏省长也给自己留了后路。人家夏省长多聪明啊！当年孙传芳打进杭州的时候，可不就是他在城门口亲自迎接的吗？哎，这叫聪明人。就看他们这帮人谁有这个心眼儿，谁有这个远见。哥，谁要是把你伺候好了。咱就可以饶了他，不然把他的小门都给拔光了。请吧。这怎么把我带这儿来了？吃饭呢。嘿，这待遇变了啊！这吃饭怎么也得来点酒啊！嘿，你还蹬鼻子上脸呢？这都是我们王玉长安排的，否则。你就没豆腐加没饭，对付着吃吧。吃饭总得把筷子给我拿来啊！给，哎，这菜做的啊，尤其是这肉，这不是糟蹋食材吗？把你们那王玉长给我叫来。找我干嘛？他在说这肉难吃。王玉长。您自己看看，这肉做的，这多腻呀、啊！这怎么吃啊？红烧肉不腻，那就肉嘛。你看，这你就不懂。这好的肉啊，要肥而不腻，味醇汁浓，酥烂而形不碎。你说的是东坡肉吧？那是，吃过吗？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没吃过。这样。你呢？给我弄点肉，再给我弄点鸡，弄点鸭，弄点鱼，再弄点蔬菜。我给你好好露一手，我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食物。我保证，你吃的是打你嘴巴子你都不松口，信不信？真的？你会做？我当然会做了。不瞒您说，我对做菜上瘾。我给你打个下手。耶，手艺不错呀。
湖醋鱼、东坡肉、龙井虾仁、百鸟朝凤、火种神仙鸭、咖喱川鲫鱼、栗子冬菇、八宝豆腐、宋嫂鱼羹、西湖一品宝，哥几个，一共呢是十个菜，全都是我们楼外楼的名菜。哎呀，田局长啊，这十个菜，从色泽到香味，无与伦比吧？嗯，是啊。我告诉你，太上老君啊都没这口福，顶多呀是弄点小药丸尝尝。色香俱全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啊，我来尝尝啊。味道怎么样？对呀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王院长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嗯，美，太香了！别客气了，兄弟们，动筷子吧！啊，来，这是一点都不准备给我留啊！对不住了啊，明天再来一桌，你先动筷子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等来了，把它压下去。我们还没吃够吗？哟，挺好啊，吃的不错。你敢打我？打你？我还想弄死你呢！你知不知道他是个重刑犯？你可倒好，把他当成你亲爹了是不是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他是你爹，他是你爹！有话好说，没有必要伤和气。嗯，你谁呀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省府的高参。我叫赵天宇。哦，听说过。你就是那个赵大律师吧？不敢，不敢。嗯。你们这什么意思？想要我干什么？什么叫什么意思？找个茬儿，给我弄死他。对不起，我可是个守法的人，没有法院的判决，绝不敢胡来。要不这样，你到法院弄一纸文书来，我把他拉出去枪毙。你在这跟我废什么话？我要是能让法院判他死刑，我还找你干嘛？您都办不到，那我就更办不到。再说这年头这么乱，早上出门还好好的，晚上也许就回不了家了。做人还得积点德呀。您说呢，二位？行，你给我等着。慢走啊，赵大律师啊。问了，局长烦着呢。我就想不明白，这牢头怎么突然跟咱们反目？昨天我跟夏省长说要承办洪家堡，可是夏省长就是不表态。夏省长他就是个变色龙，他是个墙头草，他在给他自己留后路。哎，你一天到晚能掐会算的，号称半仙儿，你给算算。北伐军会不会占领浙江啊？赵大律师啊，尽管孙大帅他不想放弃浙江，但已经由不得他了。哎，你们想啊，北伐军从广州起兵，优势如破竹，占领了湖南、湖北、江西和福建，浙江能不能顶得住，谁都不好说呀。所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建议啊，你要给自己啊留条后路。留点后路啊，学兔子多留几个窟窿。你是说把他给放了啊？这也算是条后路啊。咱既然杀不了他，那就把他放了，这样咱还能捞个人情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他给送进了监狱，
就这么轻易的给放出来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呐。赵大律师，你跟洪家的恩怨不就是楼外楼那块地皮吗？只要洪家宝答应把你那块牌匾挂回去，照样给你分红，我觉得你就给个顺水人情，把他从监狱弄出来就完了。这里面臭虫本来就多，怎么又进来一只？这话我听得懂，你是在骂我呢？这蟑螂还会对号入座了。你别跟我耍嘴皮子，你进来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也受了不少苦，难道你不想出去吗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我就是被你小子给弄进来的，你能放我出去？我呢是吃公家饭的，秉公执法那是我分内的事，这一点啊还请你理解。不过现在我看你这么可怜，我还是想把你给捞出去的。吃错药了吧？不会，这世上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你要是想出去得答应我一条件。你说来我听听。这小子在牢里面待出滋味来了，我怎么劝他他都不答应。我觉得可以从他们老太太那儿下手。好主意，就让李半仙先假装算卦，借机会，哼，跟他们家老太太把话挑明了。我累了，先上去歇了。等等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给谁喝的药？啊，这是补药，调理身子的。我说的是给谁煎的药？给少夫人喝的。你把这药渣放这儿吧。啊，少爷，去忙吧。去。哎呦，老太太！哎呀，多有打扰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给你们算命来啦。楼外楼早已是虎落平阳，穷途末路，你再算，还能坏到哪儿去啊？你就不想来个蛟龙出水，梦虎翻身呐？楼外楼啊，只图平平安安，从未指望飞黄腾达。你还是啊，忙你的去吧。哎呦，老太太，这算命这事儿啊，你信的则灵啊，不信则无。我就给你算上一卦，又不费你多大的周折。如果算得不准呢，您就当我是胡说。好，也罢。好嘞。被少爷发现了，昨天晚上发现的。我告诉他那是您吃的补药，但他没让我把那药渣倒掉。可早上起来，我看到那罐子里的药渣没了。他会不会拿着那个药渣去给药店里的人看啊？你太大意了，不过也没事儿啊，别担心。抬头，不好，大事不
不妙啊，您儿子有血光之灾呀。哪来的血光之灾呀？明年2月20龙头节，您儿子必有血光之灾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洪家宝他属龙，他命里缺水呀。到了春龙节这一天，必须要行云布雨，广洒甘露。可洪家宝命里无水呀，所以只能蛟龙困穴，必断命于牢狱。你说的明白一点，为什么是2月2呢？江山一统乃大势所趋，如今北伐军就要攻打浙江，孙大帅的势力要退出杭州，临走之前一定会有一个疯狂的杀戮，屠杀那些与北伐军有关的人犯。妈，李半仙说的有道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啊，龙抬头，行云雨。老太太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一定会逢凶化吉，您儿子一定会安然恢复。你说我该做什么？为了救我儿子，我倾家荡产，在所不惜。哎呀，这样啊，就是在你们楼外楼上面挂上云雨的牌匾。什么云雨牌匾呢？就是牌匾上要有云雨的字样。妈，早先楼外楼挂的那块牌匾是赵田雨题的，上面有雨字。对呀，你只要重新挂上他的牌匾，楼外楼必定一帆风顺了。妈，嫂子，你别听他的，这是他们的计谋，你们别糊涂了。你出去。妈，行了，还是我出去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信则灵，不信则无。告辞了。李半仙，我想着你刚才说的话也不无道理，可赵田雨的那块匾都已经不见了，怎么换呢？这您就别担心了，那块牌匾呢，赵大律师自己收着呢。老太太呀，这关键是您下不下这个决心。换。太太真是明理之人呐，告辞了。嗯，看来我提的牌匾就要重见天日了啊！我说嘛，我的牌匾怎么能够白白的封存呢？这绝对是犹如我祖上的颜面嘛！赵大律师，嗯，我的口条还行吧？那老太太被我说的俯首帖耳啊，那都是乖乖就范呐！嗯，那都是行了，别吹了。我亏待不了你。哎，明天你跟你们局长通报一下，把那小子放了。放了？想要把他再抓回来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没那么严重，他既不是蛟龙，也不是猛虎，他入不了海，也上不了山。他呀，转悠转悠，又回楼外楼了。说的对，赵大律师啊，嗯，依我之见呢，你这个牌匾，在出狱之前赶紧给他挂上去，免得是节外生枝，到时候把杭州的社会名流各大记者全请来，咱们搞一个隆重的大型的挂牌仪式。好。就你明白。
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这是龟尾红花，丹皮附子，还有大黄桃仁。这是什么用？这是打胎用的，房事完了只要喝了这几副药，孩子就会留的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让你喝堕胎药，我今天让你一了百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让我喝，让我喝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！之后你找个地儿给我画张画，叫西洋画，有颜色的。什么声音？我也听到了，是窗外。二少爷，恭喜恭喜啊！嘿嘿，王旅长，喜从何来啊？您自由了。真的？您现在就可以卷扑克圈走人。北伐军打进来了吧？还差点，别问了，赶紧走吧。那我就走了，这段时间多谢关照，以后必有重谢。客气。来吧来吧，哎呦呦呦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看面面，哎呦，来来看啊！来吧来吧，哎呦呦呦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。有。请。妈，二弟回来了。妈，怎么回事？家宝，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。妈，别的事情全可以听你的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行。我还没死呢，我一定要把这块牌匾摘下来。你敢？妈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呢。我在牢里面，他们用辣椒水灌我，用烧红的烙铁烫我，这些我全都挺过来了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我最怕的就是赵天宇这个小人
用这块牌匾顶在我们洪家人的头上，您不是交货吗？宁可迎风站着死，也不能屈膝跪着生。我现在就去把那块牌匾取下来，我宁可在牢里面把牢底坐穿，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家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是啊，二弟，你也知道母妈这是为了你好啊。 再说，这匾已经挂上去了，你现在把它摘下来，会激怒赵田宇的。你在家里边就是这么讨好母妈的。母妈是对的。你们愿意看着这块牌匾，我不愿意。我没脸在这块牌匾底下进出楼外楼。哥，家秀，快去盯着他。哎，赶紧把牌子拿回来。哎呦。 我今天摆了几桌宴席，一呢是为了楼外楼能够重新挂我的牌匾，以示庆贺；这二嘛，为了给你出狱接个风，不必赏脸。呸！大掌柜。 这是你女儿给您留下的。儿现在还好吧？都写着呢，你自己看吧。阿爸，女儿走了，因为这个世道污浊不堪，因为有情人难成眷属，因为您把我推入了虎口。 哎，老爷爷，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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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，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不等闲，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 于谦的这首诗会引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可是我呢，竟然让赵田宇这个小人的那块牌匾还在我们楼外楼的门楣上。二少爷，你母妈也是为了你好，咱们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韩信还曾受过胯下之辱，关云长也曾走过麦城，曹操还败走过华容道，谁没有个挫折呀？ 男人，我也能理解。自古男儿重功名，女人戏情感。其实我的心里也不好受。你哥哥曾经信誓旦旦地说非我不娶，结果呢？你嫂子还不是被娶进了洪家？他好不容易回一趟杭城。 莫名其妙的就圆了房，你嫂子还有了身孕。想开点儿，秋蕊，你是个好人，人呢还长得漂亮，你一定能找个好人家。啊，范大夫，请坐。我这儿正陪二少爷喝两盅呢。 我刚才去楼外楼找你，哎，也看到了，不过你先忍一忍吧。赵田宇这家伙呀，他是不能大不了多久了。北伐军很快就会攻打杭州城。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这个夏省长已经跟北伐军取得了联系。夏省长会组织杭州城2万保安队宣布起义，到那时候就会彻底打乱孙传芳的军事部署，北伐军会顺利的攻占浙江。 这里面还有你我的功劳呢。好啊，二少爷太好，二少爷。玉管家到处找你，说有什么急事要和你说。啊，那你们先在这儿，我去看看。嗯。